啥呀？啥？他们去哪儿啊？不在那个教室吗？Hello, cheese. 我跟你说，我帮你拿去。那我已经喝了。啊，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，老哥，老哥。王七，关机了。咋关机？你密码是好多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123211234567。我们也不用脱呀。我为什么要脱？你们要脱吧，我们不用脱。我还脱鞋，我还给他脱裙子。别帮我拿纸摸一下。手机没电了。哪个手机没电了？有什么重要的吗？这个手机放口袋里。班长，班长，等一下绊倒了，我们想要洗手。先绊倒了，我们可是要嘲笑你的。哦。来，放这儿，这儿，放这儿。OK。哦，这是放鞋的地方。对呀、啊。自己拿的呢。哎哎，大家把鞋脱一下，然后那边有鞋柜。然后今天是上那个椅子瑜伽，每个人拿一张垫子，一把椅子，两块砖。哎，我们这个瑜伽轮干嘛吗？不是瑜伽轮，是椅子和那个砖。咋了？反胃了。对。因为啥呢？你早上吃多了。其实睡在前面。我给你们说，别进去。扛不住吧。你还没去，你就扛不住。还有人吗？肯定啊，还有。扛不住。
还没开始就干不住了。这味道刚说完。要个过来一下，要个。表哥没看到你。表哥，这谁刚说啊？表哥。里面，这里面是有一点让人难受。你。我真的刚死，我能把会吐了，这样王倩又好呢，我就通过这个洞拍你，我就在外面，好的，在里面，那边还好几个。不是我真的刚不住，我会反胃，我操！我现在就有点。那你就休息呗。那你就在外面练这些东西呢？你说，你就刚说。我就在那儿，我就在那个窗子那里，我在外面。可以的。督导。督导能刚的说。他去上厕所了。这个房间平常都不通气的，我感觉。对呀、啊。这么封闭。雪崩，这谁扛得住啊？谁顶？我也顶不住，我在外面拍。你就在这里。我就在这里。这谁顶得住？我这会不会像变态呀？我在这、啊，我说我在这里拍，我会像个变态呀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三个都扛不住。哎，我有口罩。你只有一个吗？对啊，我当然只有一个啊。那我们只能交替进去。好，给我吧，我进去了啊。这样真的好。不是，是这个房间。这我就扛得住了呀。他们问你里那个屋咋了？那个屋，这谁顶得住？哇，真的受不了！你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喝水给大家喝。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你坐位置干嘛？小明，啊。
给我个，把我手机给我，我问一下。被绑架了？拿去。在九龙呢？哎，他刚刚在车上没有打个电话，没讲话。在车上。对方的包里拿了。给你。打电话给地方的查一查。打电话再问他。好了，人呢？还差一个。垫子上。你人呢？一个人过来了吗？你打自己打车的？为啥你最后一个？谁拿得了呀？这一节课是瑜伽的课程，它更好的是伸展一下你的胸腔还有腹部。如果有一些动作觉得很吃力的话，我可以给出一些技巧的选择，然后有砖，然后很好的去辅助你做到一个加强伸展。现在所有人将你的双手从两侧向下拉出椅子，对，手拉出椅子，如果够长还有往前坐一点，把你的背要离开。然后挺胸。
双手去抓砖，手臂拿砖，然后把你的整个身体去撑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撑在你的砖上。手指指尖可以落地的话，当然是最好。你可以把你的手指指尖放到你的右脚两侧，右脚的脚尖向前，膝盖对脚尖，脚掌再往前移动一下，把你的左膝打开。Sorry， 把你的右膝，你的膀，你是跟大家不一样的。好，右膝打开，把你的髋部保持外展。所有人把头部放松，这一次把你的木棍去拿掉，让你的头部自然的垂落向下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只要你的肘关节两侧可以搭在你的椅子的两端，然后手臂要环抱住自己的手肘，手臂再往中间再往两侧找一下你的肘关节，然后让你的头从你的手臂中间穿下去，头部保持自然垂落，然后把你的屁股往外，让你的腰椎放松，胸腔打开，腋窝去打开，每个人去想一只撅屁股，把膝
伸出去，把手伸出去，手伸直。
门撞门。康俊龙，你衣服在那边哦。OK。OK。不要下，不要下，都这么热了，那么你就过了，就多过一会儿，过到你到那边去吧。谢谢。你看看阿彪多么懂事呀，王琦。你也要懂事一点。阿哥。王庆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拿？可以自己拿。因为你帮我拿好一点。你告诉我干嘛？我不明白你做瑜伽为什么要穿卫衣。你明天别穿那个衣服了，你的肚子都露出来。我肚子。我穿的那个帽子。锤子。好帅啊！好漂亮啊！每次。一拍了你那一露出来，我就拍别的地方。然后我只能穿件。我就是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你有车见车爆胎。你有没有阿彪的那个衣服呀？朋友，你有你彪哥的那种衣服吗？有啊。那你就穿那个吗？你是猪啊！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你是男的，你有胡子。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，你自己拿。庆哥，别大哥。啊、一见到青云我就满心欢喜。人来完了吗？这个是帅哥。都打来下面是吧？看小姐姐长啥样。王师傅哥，我当然方便都能闻到。我他妈赶紧。哟，老扁穿新衣服了。我他妈真敢讲过，别说。老扁不帅啊，老扁。不愧是你呀、啊。老扁，你到江浙沪的渣女让你心碎。问你，这样的富婆让你流泪，只有当年我爱他。我给你看他。江浙沪的渣女，有人说要看你。大哥，江浙沪的渣女让你流泪，北上广的富婆让你心碎。肥肉，只有肥肉单纯的我，有人说要看你。潮水给你机会。有人说要看你。还是他，哥哥。我。你干嘛？喊他，小姐姐是干嘛的？他是。他是打赏金认识的。
快把手机还给主播小姐姐，挡住看小姐姐了。你看他咋说的？快把手机还给主播小姐姐。不帮你举了。明天挡住小姐姐了。明天没有人帮你，明天没有人帮你举。小姐姐是保镖，他们说。你们太坏了。关主播了呗，啥时候关？上面显示一个小时没有啊。哎，他是多久开始播的？那你就回到那边俱乐部下吧，就刚好可能满一个小时了。啊，好。回到俱乐部，你下车你再下嘛。再来个车，再来个人。他来了以后加二的。我操！别拍我！谁啊？你不坐车，你走回去啊！你走回去腿要断。右转，驶入太平园东三街。你走回去的话，今天下午就不。我当时不知道是那个傻小子，后来来成都以后才发现是那个打赏金鱼的那个傻小子。当年打赏金鱼的那个傻小子。如果你要觉得尴尬的话，你就前方在第二个红绿灯口左转。说真的，我不需要美白。拍的不是你一辈子。然后来成都以后，我发现是他了。他还是有点卑微，他不敢跟我说话。被我撞车撞翻了好几次，不敢说话了。我是不需要美白的东西。啥呀？他在我对面被我，然后他在助手，在那个王者营地那里扣字，叫我给他拉分。结果输了。结果我下了个 T。长了痘痘。上火了。打完闪电以后，他就在那王者营地里面，还给我扣字，叫我给他拉分。然后结果他先给我拉，好像是我上了一个星，然后他一个星都没上。真的不需要美白。对，不是翻车了，给他拉了，然后打不上去，赢一把。当时是多少星？那时候都两年前了，不知道打哪个飞机。S 四还是 S 五的？那可早。还是 S 三的时候。现在 S 十三。好早的时候呢。H14。现在是 H14对吧？现在 S24。我还想他。我都没时间打我的号，然后再让他微信去放着吧。让他还有时间打。他过年的时候回家，你有时间打没有？我先来的，然后后面他就来了，然后到上个赛季的时候他才跟我说话了。上个赛季就原来你就是打扰那个发小。他来成都以后春季赛的时候还不敢跟我说话，还有点卑微。当时有点惨，有点足啊。没见过。对啊，他春季赛的时候不敢说话了，然后到秋季赛以后才敢说话了。兄弟，那你把摄像头。春季赛的时候，看见龙只是个底。又没看到你。到现在也。哪有撸？这个半个额头的，你告诉我，半个头发上。我又没得想着撸，在上面的。不，看见龙是怂。他打游戏都怂。然后就是后面他加我 QQ 啊，加我 QQ， 发现哎，这不是当年那是啥小子吗？你这是换一下台图。不办，那你回到。
丹波啊，哪个回丹波啊？哪有你这么混的、啊？喊他。你见过哪个户外主播有你这么水的？那要不就不要开了。然后我不提他都不提了，这个。那你那行啊，不算时长多的，那你再多播一会儿嘛，到时候。他加我的时候，我大不了晚上再多播一会儿。他还不敢提，对吧？你看，别人已经，反正我，他不敢你看假设你们放假的时候搞，对吧？过年放假。啊，他一直不提。假设你们过年放假还。提这件事。然后我后面还是我提的。就我一个人很对，就很失落。然后他就干说不知道的样子，哎，最后。我这是双眼皮的。对呀，他哎，马上到了，感觉上了这个桥就快了。回来的贼快，就是先走最左侧车道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啊，困死了！晚上直播没有？晚上出去没直播？多久回来了？你要打车吗？对对对。我从来不整容啥的东西，从来没整过这东西。最讨厌的就是整容。大强要面试啊！哎，之前大强是什么？大强要面试啊！讲的那名字是飞的，飞的亚比，再飞了。不愧是社会人啊！特别是那个老子狂野男孩。这是啥东西啊？我说为什么晚上没睡觉就会有这种东西？简直是那个飞的亚皮，简直是个。好，准备下播吧，打声招呼啊！录完这个跨年，还是要打声招呼的。然后一看长相奶气奶气的。好，明天开播。如果你12点半开播，那么你晚上10点半就。老铁们，下播了！下播了，老铁。Goodbye。再见，再见。